像个小树芽，像个小树，慢慢长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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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长成大树哦，跟你们的百年大树一样哦，可以帮你们遮太阳。哇，这随风飘摆，好凉快哦。结束一次了，啊，再来第二次，前面走三次，后面一次。新华国小是个103年的老校哈，那会参与这个计划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本身学校的校园生态非常的丰富，那么小朋友他从一开始他就会接触到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环境，那学校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，那一直以来都号称是一所森林小学，所以。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个计划，让小朋友更认识一下大自然的生态多样性，以及我们山林田野教育的部分。那这一部分是我们最主要参加的目的。像我身旁这一棵樟树，后面的乌桕树，其实它就是两棵百年老树。那其实我们一般来讲，现在都很怕小朋友发生安全的问题，所以不让小朋友去亲近树。那我希望透过攀树的这个训练，也让小朋友训练有一个冒险的精神。我希望能够透过冒险的体验，让小朋友获得更多的不管是生态环保的知识，也能够体验一下我们不同的一个视野角度，从树上看地上的脚感觉是怎么样。那也希望透过这个冒险的一个教育，让小朋友更懂得自我保护的一个概念。